首都选情来关系的是马联合体挤破大造势，现在有成效了吗？连战营现在传出，在未来几天可能就会出现黄金交叉逆转胜。而连胜文今天一大早跑到了信义区街口这边，因为今天台北下着雨，他在这边淋雨被票。而对于他的父亲连战，昨天爆粗口狂飙这个柯P，还在发酵。柯文哲今天低调的回应，郭民陀佛，拒绝和连营正面交锋。 谢谢大有巴士的好朋友们帮连胜文加油。冒雨街头请托连胜文路口拉票，普中作乐比出6号手势，台北市长候选人史上第一个，1960身高加上20公分木箱，信义区这一站超醒目。大家不方便，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哈。就怕阻碍交通，位置还敲老半天，淋完雨再焊，敲包试训，拼黄金交叉。整个气势来上呢，跟一个月前有显著上大幅的差异，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。 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连胜文耐心拼翻转，力投柯P被连战飙粗口，淡定不回嘴。其实我内心里面很想讲阿弥陀佛，深呼吸，放轻松，哈，大错。这次你不为自己投票，你为你的孩子投票。 公布最新竞选影片，要爸妈听孩子的话，票投给柯P。柯文哲逆向操作，不和联营正面交火，少输为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